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无厘头唔打紧嘅足球直播啊！我是 Alpha 阿文，我是 Beta 阿文，我是 Gamma 阿文。系啦，我哋等阵间咧就为大家报道呢个足总杯决赛啊！记住唔好下下黐住呢个电视啊！我会为你哋直击报道。咁咧，今季咧賽事咧係最後一場啊，足總杯嘅決賽啊，係南華咧對住和富大埔，即將咧喺後面呢個香港大球場上面度上演啦。咁咧，首先問下我嘅同事，你覺得南華點睇咧？今季南華就算冇乜狀態咁啦，喺亞協杯度，南華最後一仗以3-0輸咗俾春武嚟，雖然對大埔冇乜障礙啫，但肯定對士氣有啲打擊嘅。加上不特名隊中場嘅攻擊力一定削咗唔少，話曬不特曾經效法過紐卡素啊、曼聯啊呢啲英超球隊，不特係曼聯七小福之一嚟噶嘛，佢從佢出道過嘅人咧，包括有碧咸啊、傑斯啊、史古斯啊等等嘅，佢係一個好出色嘅中場球員，喺中場咧發揮咗好大嘅作用，除咗擅長中場嘅位置之外，佢仲喺中場擔任個 key man 分多嘅工作。就好似而家曼聯史高斯咁嘅做法，喺中場又可以攻又可以守，所以不特尼隊對中場嘅經驗一定上咗唔少。除咗呢個英超球隊不特之外咧，尼隊咧真係對呢個南華中場咧真係有削弱咗係唔少嘅。但係咧，我哋仲可以留意一下咧呢、這個前塞爾維亞嘅國腳啊300號嘅基士文啦。咁咧佢之前喺聯賽杯咧不幸咁整親只腳啦。咁咧，呢個今場嘅賽事睇翻個正選球員補佢名喎，我諗咧呢個係南華嘅教練咧，一定係收起佢先，諗住咧應該喺最後關頭咧嚟登場嘅。咁咧講到呢場波咧，咁咧亦係咧呢個基士文嘅最後一場喺香港嘅最後一場賽事。咁會唔會因為咧喺呢個最後一場賽事咧？會踢出呢個超水平嘅出現咧，我哋咧留待陣間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個38號嘅基士文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仲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南華焦點7號嘅前鋒陳少琪啊，因為佢今季嘅踢波咧都唔錯，有7球嘅進帳，果然係南華嘅神射手咯。咁咧呢位同事，你覺得和富大埔點咧？和富大埔今季就狀態大用啦，4次同飛馬碰頭，3次就贏咗佢哋啦，令到飛馬班球員都稱神於佢哋嘅腳下，被封為飛馬嘅黑星。大埔嘅表現證明勝利絕非僥倖，計埋今次和富大埔4年之內第3次打入足總杯嘅決賽。和富大埔裏面要留意嘅係15號嘅安基斯。單喺今季佢已經有9個入波，佢最強嘅強項係速度同埋技術，主要係大埔嘅防守突擊。安基斯喺前面可能係穩守之下，似乎打突擊嘅機會會多啲喎。另外要留意嘅係13號嘅杜漢濤，今季就有8個入波，聯賽對住流浪，個人獨取3分，成功表現無止氣化。咦，場波就好似開始噶咯喎！依家就交俾現場嘅同事先啦。係，唔該廠裏面同事啊，今日全城空我啦，睇下幾多人買飛入場，就知道係香港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啦，仲可以促進呢個體壇上面嘅發展啦。事關一年一度嘅足總杯決賽咧，陣間咧就係香港大球場正式上演啦，由呢個聯賽第2名嘅南華對住呢個聯賽第5名嘅和富大埔。佢哋再次共頭，定有翻龍爭虎鬥，究竟鹿死誰手，誰勝誰負咧？去睇下我哋嘅報道啊！千祈唔好行開，千祈唔好行開啊！要切實我哋為你而報道。我係邊個？我就係 Magic Alpha Law。好，而家入場，即將上演啦 ，Go！ 好，唔該曬現場嘅同事啊！而家咧就等我哋廠嘅同事介紹下兩隊嘅主要陣型先啦。首先就由1號嘅叶鸿辉就守住南华嘅大门，而左闸咧就系由9號嘅李威廉做，而前锋咧就由7號嘅陈少琪嚟担大旗。哇！呢啲个阵型睇嚟佢哋都有必胜嘅决心。而和富大埔方面咧就由7號嘅安道
15號的安基斯和23號的葉佳擔任三個前鋒，哇，看來這個是一個很強的攻勢。好啦，球員名單看完了，咦，我們的同事好像入了場了，那問他們現在現場情況怎樣？同事，現在現場情況怎樣？是今日的天氣都稍微有點熱的，但是沒有了我們球迷的氣氛，你看看我們球迷的氣氛，是的，現在還未正式開播，我們就訪問一下球迷的現在的感受呢。是這位球迷，你覺得今天現在的感受是怎樣呢？現在很興奮啊。是的，這位呢？刺激又興奮啊。那你支持哪隊的 球員呢？我當然支持和富大埔啦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和富大埔地頭，個個都撐佢嘅，個個都嗌得咁大聲，咁佢點會唔贏啊？係啦係啦，咁呢位球迷咧，咁你支持邊隊咧？我支持南華㗎。係咩？但係呢個和富大埔嘅地頭係夠姜坐喺度嘅。我唔小心入咗嚟咋。係咩？咁你覺得南華會贏咩？我覺得南華會贏啊，因為南華咁多球星，又有陳少琪啦，又有不得啦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咯。係咁，你預計南華會贏幾多球咧？我谂啊，大炒和富大埔6-0啦。哦，系咩？咁喂，呢位球迷话大炒6-0，你觉得点咧？唔系啊，马锦都讲得抽，调翻转啦，炒去6-0啊。系咩？喂，佢哋咧竞争得好犀利啊！咁我哋咧，知唔知我边个咧？我系好交翻尾厂嘅同事。好，唔该晒。咦，而家时间都差唔多咯，球证咧都带晒啲球员出场啦。嗯。呢场南华对和富大埔嘅足总杯决赛就真系要开始啦！喺开波冇几耐，南华已经好积极咁样进攻啦。17号嘅陈伟豪喺左翼斩入禁区，可惜俾大埔嘅10号吕子兴解围成功啦。嚟到上半场嘅12分钟，南华有一个角球嘅机会啦。由9号的李威廉操刀，究竟他们可不可以把握这个角球的机会呢？哇，一斩打去远处，再由15号的陈伟豪顶入啊，耶！在上半场的12分钟，南华就已经率先领先一球了，是由15号的陈伟豪顶入。我们重温一次这个精彩入球了。哇，个球踢了识旋和识转的，你看看多精彩。在领先一球之下，南华再接再厉，在上半场的32分钟，一个靓的组织攻破和富大埔的大门，可惜被14号的郭永新飞扑解围，化险为夷啊，真是松一口气啊。在临完场前5分钟，落后一球的和富大埔获得一个攻势啊，看看他怎样组织啊。龙门啊，唔可以讲话边长莫及啦，根本啊睇都冇得睇啊，写得咁靓，射一球，世界嘅波，有姜秀冇耐死啦，呢球波，神奇，顶级，超长，正如一个魔术师玩到完晒啦，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啦，都能够啊喺顶帽度啊抽只白兔出嚟嘅吓，你话系咪魔术师啦？佢嗰个真系劲正。上半场嘅鸡声已经响起啦，现时南华同埋和富大埔都系以1-1打成平手。好啊，而家睇翻上半场嘅统计先啊。和富大埔咧嘅射门咧就5射3中啦，南华咧就4射3中嘅，而角球咧大家一样系2球嘅，而犯规咧南华就多少少啦，有10个，而和富大埔咧有7个。好啦，而家咧，我哋就到咗中场休息嘅时间啦。而家咧就系1-1打成平手嘅。首先咧就系由南华喺11分钟嗰时入咗球，之后喺临完中场之前，俾阿和富大埔再追翻一球，所以咧1-1打和平手嘅暂时。唔知下场咧嘅赛果系会点咧？而家我就等我哋问下现场观众有咩意见咁啦。我幾位現場觀眾可以問下你意見喎，而家中場有咩意見咧？睇下先。喂，觀眾，你而家中場點？中場你有咩意見咁咧？
和富大埔赢硬啦，佢头先入咗一球啊，你睇唔睇到啊？哇，几劲啊！咁但系对方入咗一球喎，咁系大家有咩意见啊？我觉得南华未做就一刻都唔知边个赢嘅，所以我觉得南华赢。咁咁呢位观众咧有咩意见咧？向于南华啦，啊！哇！連人哋嘅打氣用佢都散咗喎，好支持南華喎。好，咁而家就睇下下一場下半場比賽啦。好，你而家就繼續咯。好啦，而家下半場又開波啦，就由南華嚟開波嘅。而家南華同和富大埔1-1打成平手，唔知佢哋有啲咩策略呢？啊！佢一射，喂，咁大力射入噶啦，喂，哇！好彩和富大埔個籠都醒目。冇咁樣俾人哋笠死，咁樣俾人笠死真係樣衰啊！睇嚟佢哋都冇乜力水咯，踢咗成個下半場都冇進帳，而家踢到加時啦，睇下點先。咦，個波去咗對面，又係基士文入，哇，企都未企穩就起腳，咁都俾入到，哇！南華有佢呢個基士文，真係無堅不摧啦。而家踢到加時，整多粒俾阿和富大埔攤。和富大埔仲唔輸？好，而家時間都差唔多啦，交翻俾廠嘅同事講下先。一年一度嘅足總杯賽事終於結束啦，最後係由南華以2-1擊敗和富大埔，果然不出我哋所料，係由16號後備入替基士文喺上半場補時嘅30分鐘射入致勝嘅一球。在他離開南華之前都起碼對南華的球迷有交代。今場球呢真係睇到勢均力敵，睇到我哋呢都熱血沸騰。熱血沸騰係咪好睇呢場球事？好睇啊希望呢下一季呢佢哋呢就繼續努力啦，可以擊敗呢個班霸南華。其實南華呢都一年呢拎咗幾季嘅冠軍啦，希望咧佢哋咧都有更出色嘅表現。好，我哋約實你下年到今時今日再同你哋見面。記住我哋係 Alpha Alpha Beta Beta Gamma Gamma。好，再會，拜拜。